新家怎么突然多了那么多蟑螂？为什么水桶会进蟑螂？先提前放好砧板，好多蟑螂，还好我早有防备。这个按钮什么时候被占？沙发以后都不能坐了。怎么冰箱里也有蟑螂？赶紧冻住它们。把按钮往右拧到最大就好了吧。有喷火器了，但是在家里用会引起火灾吧。这沙发只能扔掉了。这是什么？通风口也爬满了蟑螂，赶紧抽走这些蟑螂。终于修好了前辈留下的超声波装置，该结束了。蟑螂，来正面一决胜负吧。刚刚火力，刚刚还很充足，就要胜利了，该结束了，是我赢了。终于，一切都结束了。